秀才调定，为官有有赢，功行拿破天啊！上海何家才是阮四姑，两弟相救，团结一身苦功夫。三家不背水深，留着下世之来帮助东关救死救父。但可叹当初四姑所来交代，叫我记好受笔。此时听错，才是白虎山上白虎庙。怪孤身结连关心出桥，白家出来因故身还，弟兄，我开救下是，下是我家庭性命，苦叹呐！如今虽然为着大东西精神三条精神失了，未经开船身边也有心话一共三位家后两地相处不如冰火天色，虽寒多一火白天上的古港湖夜凉相处，现在每年一度是阮爹爹祭神，应该正对兵马往前白虎山上吊射一关寿星。来喏，相公，报告，报说幼主殿下到位咯，兵马已经设备，幼主到位，不可怠慢，来了喏。哦，一会请。准备向南去挑，往后背后山。老爷。